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席以及陈淑慧、黄义娇、陈秀清委员等20人，有鉴于绿建筑比一般建筑物更注重生态、节能、减废和使用者健康，它在生命周期中消耗最少地球资源、能源，产生最少废弃物，让使用者得到省电、省水、省钱、健康的实质好处，也有助于预防洪灾、改善地球暖化，可谓顾健康、救地球、护荷包三效合一。为落实顾健康、救地球、护荷包三项环保健康概念，本席等要求政府应奖励绿色建筑的设计与新建，同时应建立完善的绿建筑物评估系统，以降低公共建筑过度的设计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委员蒋乃馨等20个人提案，本案作如下决议，函请。